你哋唔使惊，唔使惊啊！薛妹妹，到底发生乜嘢事啊？帮我打开呢道门。他们去了哪里？天际会的人去了哪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天际会。他们每天在这里七七入入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初到贵国传道，认识韦相爷，他很喜欢我的福音，应承拨出地方给我兴建教堂。他不求回报，只希望我派修士帮他成立西学学社，暗中教他的官员学习我们的西洋科技学术知识。他说他要集结力量，与朝中那些抱残守缺的贪官抗衡。我很欣赏他的志气，就答应了他了。我不要听这些，我只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啊，虽然他们间中会出现，但是都在我们翻访灵修的时候。我哋真系唔知道佢哋有几多人，乜嘢时候嚟，乜嘢时候走，去咗边度，真系唔知道噶。翠，搵唔搵到你姐姐？韦相爷唔肯放人。叔叔，如果你想有命嘅，快啲收拾下离开呢度。翠，你闯咗咩大祸啊？你讲啊，我哋去搵韦相爷，求佢恕罪。我死都不会这样做的。叔叔，不要说那么多了，你快点走，我不想连累你。那你怎么办啊？你想做什么？我要见你们相爷。现在好夜的了，相爷不见客。我是都要见他。彩月姑娘啊，今晚我们相爷暂时不想见你，你回去。大胆，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啊？只不过是臭丫头，竟然够胆来我们丞相府捣乱。姐姐到底在哪里？你冷静点，快点带我去见我姐姐。不是自取灭亡，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姐姐，彩媛，你来做什么啊？见到姐姐，为什么她说话都不说？我爱担心你，搏了条命来救你，你居然夹埋他们来骗我。你为什么这样说啊？我跟你一样，都是被他们戏弄了。那个将军捉我回来，凶神恶煞地，我问他发生什么事，他又不说。来到这里，轮到这位丞相来招呼我，不过他是和颜悦色。他说早闻我冷四姑娘有青春常驻之术，希望我可以帮他。
我自己都是丈白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个怎么做？我唯有帮他做咯。彩月，究竟发生什么事？唔怪得人人对冷死姑娘的医术赞不绝口，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咁敷咗一剂药，我就觉得自己年轻咗。我谂敷几次嘅话，我就可以返老还童啦。相爷过奖，小仙边有咁嘅本事啊？系你自己阔达心宽，所以身体非比常人，药敷喺面度，所以先能够完全吸收，效果非凡啫。冷姑娘好识讲嘢喎。你带我姐姐嚟呢度，到底想点？梗系想彩月姑娘回心转意啦。仲唔向彩月姑娘道歉？系，对唔住啊！我已经向在场嘅人查问过啦，系公孙太夫人挑衅在先，你只系自卫。喺天际会度，我尚未查明，就责怪于你，实在系太过分啦！希望你就唔好摆喺心度啦。仲有，公孙太夫人走咗，我哋惊佢守唔住秘密，所以至会撤离天际会，以防万一。累你担心呢件事，我亦都要向你讲声对唔住。之前我哋器重你，仲以为薛家嘅血统精良，潜能无限。但系唔知道你的功夫已经达到如此境界，连公孙太夫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咁之前实在太委屈你了，你千祈不要见怪。看来天际会总教练和副总管一职应该由你担当了。我不识教人，恕难从命。所以呢，我就会请埋冷四姑娘嚟。我知道你有今日，冷四姑娘的功劳实在不少。如果你不喜欢杂务缠身的话，就由冷四姑娘担当，对吧？什么话？我愿意出重酬，只是不知道冷四姑娘肯不肯屈就。相爷错爱，小青心领，但是我的武功根本就不高，实在是难以服众。我都一向自觉才识不高，难与朝中的老臣子大学士相提并论。但是呢，皇上就为眼色英雄，相信我是上才，拣中我助他成就帝王大业。对于那些不服自己的人，我有一些心得传授给你。哪个不服就闹，闹完不听就杀。怎样啊？开恩啊，教练饶命啊，小人不敢啦，我怎么都不敢的啦。小人出言不逊，求你关我的嘴，求下你，我不敢啦，求下你啊，饶命啊，饶命啊，我怎么都不敢的啦，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不好啊，饶命啊，饶命啊。是你把口得罪了我，那就将你的口放入水里浸一浸吧。放手，你乱叫些什么啊？收声。我在水里加了些药，这水一点都不热的，你在这里乱叫些什么啊？小人不敢了，小人不敢了，小人不会有下次。我警告你啊，你如果再有下次的，个镬放的就不是滚水，而是滚油，是鱼架包换的滚油。我可能是没什么本事，但整蛊人的方法我就有很多。你们可以不服，但不可以不从，因为我是相爷派来管你们的。现在还有哪个咁喺我背后讲我闲话？小人不敢。嗰个公孙太夫人真系个聪明人，佢把口真系几密喎。我早就话过佢唔敢，系你自己太惊，乱咗阵脚。诶、哎，大哥，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哼，我真系惊佢会有咩差错。
做咩啊？好闷，嗰啲化妆易容之术真系好无聊，其他嘅就更加不堪，仲话系咩西洋科技添？力学啊，咩学啊，一大堆以为好新鲜嘅嘢，反而系越学越令人糊涂嘅玩意。攞住飞刀，手到二度，抛出去咪得咯？计咁多，计完人都死咗啦。识你咁耐，你都第一次一口气讲咁多说话。睇嚟你真系对呢度好唔满意啊！我唔想学，不如而家就加任务俾我啦。你嘅武功虽然好，但系你嘅心计实在唔及你位姐姐。你应该学多啲本领，咁对你系一个好大嘅好处。将来你执行任务嘅时候都会安全啲。比如话嗰啲易容之术，就可以令人哋睇唔出你嘅真面目。仲有，凡系见过月神嘅人都必死无疑，死人系唔会讲嘢嘅。你太过自负啦，呢个就系你嘅弱点，知道吗？呢个毛病你必须要改。我唔系自负，系自信。冇呢种自信嘅人，根本唔配留低喺度。你哋不必千方百计要我加入天际会。好，讲得好，就派任务俾佢啦。大哥，我相信佢可以。翠如，呢个就系你加入天际会要杀嘅第一个人。公孙无胜，系就系、是、公孙太夫人嘅丈夫公孙无胜。佢屋企系一个大家族，皇上得到密报，怀疑佢连同家族嘅人与外邦勾结，图谋不轨。呢、这个人非杀不可。事成之后，皇上会赏万两黄金俾你，点样啊？李少爷，赵少爷，大小姐起身未啊？一早就起咗身啦，喺度等紧李少爷接佢出街啊。嗯。诶、欸？喂！哎呀，男人手拖手好肉麻噶，会被其他人见到噶。诶、欸，边个叫你有求于我啊？梗系要俾我占下便宜噶啦，大傻哥。诶、欸，走啦。欸大小姐，大小姐早晨。赵全，你点解会嚟嘅？今日唔使去矿场度咩？你唔知咩？你阿爹寻日将大傻哥闹到狗血淋头啊！佢咧可能以后唔使再去矿场啦，不过咧可以夹喺我哋两个中间做个活背。唔黑你真嘅话咧，仲可以做你坏嘅老婆仔。大小姐，你唔好听佢乱噏啊！我嚟咧系有件事求大小姐帮忙啊。我？老板，你做咩啊？做乜嘢？做乜嘢？今日朝早啊，可又俾面色我睇啊！张真啊，你而家翻去，快啲将大豪园嘅账簿、人名册，仲有库房锁匙喺二奶奶嗰边咧攞出嚟，然后咧快啲送去俾可可啊！吓、啊，老板，你最好先同二奶奶讲一声啦。如果唔系，就算我肯挨闹，咁二奶奶都唔肯卖账啦，我就唔敢得罪佢啦，而且亦都讲唔过佢。我同佢讲咗噶啦，但系佢硬系敷衍我。呢头话好好好，咧嗰头咧又揽住账簿，洗白烂白。我当日啊，系因为好好病咗，先交俾佢临时管理嘅啫。而家咧一个生龙活虎，要重掌大权啦。一个咧又讲极都唔听，死都要面，揸住唔肯放。李老板今次啊，真系手掌系肉，手背又系肉啊，都唔知帮边个好啊。李慧、赵全，你哋都系唔好入去啦，喺景滨楼等我啊！
敬宾楼，唔系嘛？嗰种大富贵出入嘅地方，我唔惯噶。方大小姐，嗰度饮壶茶可能等于旷工一个月人工啊！我李慧点可能负担得起啊？敬宾楼系我哋方家嘅生意，边个敢收你钱啊？赵全，上次你咪话过，好似喺边间酒家食个美风沙鸡，又平又好食嘅。哦，系幸福酒家。系啊，去幸福酒家。唔好唔好，我而家身上个盘村差唔多全部用晒噶啦，我只可以请你去富贵茶居啫。富贵茶居，嗰度又污糟又乱，简直就唔系人去嘅地方。去幸福酒家，我俾钱。好啦好啦，冇问题啊！富贵茶居做富贵茶居啦。老板，你英明神武，一定有办法可以搞定可可同埋二奶奶嘅。哼，一个刁蛮二路，胆大妄为；一个调皮好胜，少女藏刀。系嘅，系嘅。想真啲，都是可可阿娘好。见到我就笑，见到我就笑，从来唔烦我，从来都唔玩手段嘅。哎呀，宝贝女，你啱啱先好翻，点解唔喺屋企度休息下？你大福号做乜嘢啊？吓，可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咁答我。哦，你讲啊。我方大小姐同方二奶奶，边个当家比较受大家欢迎啊？咁仲唔使讲嘅，梗系你方大小姐啦。问咗你嘅良心先至答我。我就系照住我良心先咁样答啫。哼、啊，口是心非，我就知道你背住我，成日赞小宝嘅阿娘好。赞佢乜嘢决断英明、持家有道，管得比我仲好，管得比我仲有条理，到底有冇件咁嘅事啊？哎呀，哎呀，可可啊，你唔好听嗰个奴才喺背后讲嗰啲闲话，伤害我哋多年嘅感情啊！张震，系唔系要我打跛你只脚？你只讲实话。是真的，小宝的阿娘本事真的比我大咁多。好好啊，你不要听张震乱噏一通啊！小宝他阿娘持家的本事怎会比你好呢？你最好都是你最好。阿爹，照你这么说，你是不赞成我将大豪园交给小宝阿娘管的啊？你真的肯交出大豪园啊？唉，适合的人就应该坐适合的位置。想想下，大豪园都是交给小宝的阿娘来管比较适合。她虽然是小老婆，但不理怎样讲，她都算是我阿娘啊，我应该尊重她的。好，感谢宝贝女通情达理，老板咩烦恼都冇晒。好，真系太好啦！好嘅，仲喺后头啊！我嘅打算已经有眉目啦，下一次就唔使麻烦张震多费心思卖弄文采。乜嘢下一次啊？下一次呢，就系方大老板退位让贤。俾方大小姐嚟掌管大福号，尘归尘，土归土。方家大宅既然由小宝嘅阿娘嚟管，咁方家嘅生意都应该由我方大小姐嚟继承啦。由今日开始，我就嚟大福号翻工，我做方大老板嘅接班人。宝贝女啊，
呢啲我而家系老当益壮，有心有力，打你大福号系啊，绝对冇问题嘅，唔使劳烦你啦吓。阿宝贝女啊，得闲咧，你叫李怀陪你去啊，游下山，换下水咁样吓，你何必自寻烦恼咧？吓，打你生意啊，系日理万机啊，要几辛苦就有几辛苦，系咪啊，张震啊？啊系啊，阿老板讲得啱。方老板，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我不是男仔你就看我不起啊？你是不是想将大福号交给你的宝贝仔继承啊？不是，你一定是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的。小宝是我的小宝贝，你是我的大宝贝，我是不分男女的，你们都是我的亲骨肉，都有份都有份。既然大福号是有我份的，咁点解唔俾我掂啊？你方大老板有今日嘅风光，我方大小姐居功不少。你嘅小老婆想揽个大老婆嚟争夺方家主妇嘅权位，咁我就都要揽过你嗰个宝贝仔嚟争夺方家继承人嘅位置，我一步都唔会让。是不是老板答应不用火药开采？不是，我还没跟他提。那你刚才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大小姐，我用的这一招呢叫做釜底抽薪。还没知道我有多聪明呢，我干脆叫我阿爹将大福号交给我来管。他老人家肯吗？他当然不肯啦，不过他又说我不赢，最后呢唯有将白云山矿场交给我来管。你哋睇住你啊，方大小姐，一定要将矿场经营得有声有色，然后再嚟个得寸进尺，最后大福号都系会交翻俾我嚟管。诶，赵全啊，等阵你翻去就可以叫啲工人搬走晒啲火药啦。而家大福号旗下所有矿场都喺度用火药开采，单单一个白云山矿场咁样冇用噶。你不如跟方老板再讲声啊。呢层点啊？冇信心讲服你哋爹，冇件咁嘅事。赵全啊，我觉得你嘅谂法太旧啦，接受唔到新事物。张振话，只要安全措施做得好，其实用火药嚟开采系一啲危险都冇噶。唔该啦，张振嘅你都信嘅，雷声大雨点少。冇本事讲服你阿爹，就坦白招供，等我谂个办法治下佢先，唔好攞张震嚟做借口。张震已经详细同我解释过，我觉得佢讲得都几有道理啊。系，赵全，等阵记得带方大小姐去矿场实地参观一下。带佢去？边个话我要矿场参观噶？你对矿务一无所知，点去管矿场啊？去啦，跟赵全行一次，等佢好好教你一堂啊！咁你呢？你又唔系我管矿场，我嚟做乜嘢啫？你就慢慢啦，我翻屋企揾周公捉棋嘅吓。哎，你应承我今日带我去咩鬼地方噶？你点解又奸赖噶？而家又氹人哋去矿场，自己就翻屋企瞓觉。乖啦，正经小紧啊嘛，第日去过啦。女人唔乖，男人唔爱噶。走啦。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净系中意瞓觉，激死我啦！李怀可能有佢自己谂法同埋打算咧，
你要做咩？你啊，身为李华最好嘅朋友，你应该用你嘅诚意去感化佢啊嘛，等佢成为一个正经啲嘅男人，点可以袖手旁观啫？你大小姐都管唔到，我点管啊？你又唔系今日先识佢嘅，你如果想劝佢，你自己同佢讲咯。睇唔出嚟，你把嘴都几使得啊！连我都咁教训，激死我！攞只手过嚟，做咩啊？攞过嚟。总统啊，对唔住咯，我又冇得罪你，你如果嬲李怀啊，你应该打佢啊，搣佢，做乜攞嚟出气？诶，我如果可以打佢、搣佢、发佢脾气，我仲想麻烦你赵大爷咩？我都系唔想佢讨厌我啫。我答应承过佢，以后会好好控制自己嘅脾气，唔会随便发脾气。但系佢呢排成日时时专登激我，仲话系想改口我嘅脾气，佢真系太过分啦！我都忍咗佢好耐噶啦，你知唔知道啊？佢话过最讨厌女人发脾气，但系我实在系控制唔到我自己嘅脾气啊！你同佢系最好嘅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如你就帮佢挨住先。我加你人工就当是皮肉损身。大小姐啊，你只要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咁咪得咯，唔使再使咁多冤枉钱啊！我唔想做你嘅出气袋啊！呢种咩皮肉钱，我一分钱都唔想要啊！你呢种咁嘅做法咧，实在太荒谬啦！赵全，你好大胆啊！你敢教训我？你凭乜嘢啊？就凭你话系你最好嘅朋友啊！你咁教训我？阿大小姐请。冇事，我停咗啦。大小姐，落嚟啊，冇事噶啦。唔好叫啊，唔好叫啊，冇事啦。你只手啊！刘叔啊，冇事噶啦，我自己嚟啊，你去做嘢，唔该啊。嗱，小姐，我去做嘢先啦。
去啦去啦。不用了，大小姐，坐下吧。其实你们在矿场做事经常都会受伤的，可赵全啊，我要你发誓不准将我今天发脾气差点将冠龙跌落坑道的事告诉李怀举听。你放心，我不会向李怀大小报告的，你不用那么紧张的。说不定是冠龙本身有问题，跟我踩的那一脚没关系呢。大小姐，你不用那么心急，跟刚才那场意外划清界线，总之你不用负任何责任就可以。哎，你好讨厌我啊？又怎会，你是李怀的未婚妻，又是石立成的大善人，我怎会讨厌你啊？咁你做乜嘢？做咩啊？你继续讲啊！我都唔知应该点样讲。总之我觉得你唔够尊重我。你以前都唔系咁样嘅，人大小姐前大小姐后咁，说话唔多。但是李慧回出来之后，你就对我变晒样，说话又多了。我没变，我都是跟以前一样咁尊重你。再讲啊，尊重一个人应该是在这里，而不是在这里的。我来帮你包啦。什么真真假假，这里那里，还扮到自己好高深咁，真的搞不清楚你在这里讲什么。我是说你心地好，就是脾气大了一点咯。你如果可以改了你的坏脾气，你方大小姐肯定人世间最完美的女仔。你这样讲是褒定是贬啊？近朱者赤，这句说话真的没错。你曾经跟李慧朝夕相处，都学到好像她这么伶牙俐齿。不是啊，我讲的全部都是肺腑之言，没有半句假话。你不可以因为怕李慧不喜欢就将自己的坏脾气隐藏起来的嘛，你要真的改，这样才有用的。坏脾气，坏脾气，你们两个都说我坏脾气，有什么坏脾气？其实你说他自己，有时候的脾气都不是很好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以诚相待，如果你觉得你坏，有什么地方不好，你应该当面指出来，等他改正嘛。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的脾气就好好咩？我脾气，我赵全是出了名脾气好的，不争不贪不妒不躁不痴不亲，只要个脑入边时记住呢个六不脾气，点会话唔好啊？我记得大悲支嘅和尚话过，只要脾气好就可以延年益寿。快点放手啊，好痛啊，你想杀人啊？仲话自己脾气好懒叻好彩冇撞到只手。
正傻妹。见过啊，这个叫牙刷，猪毛做的，有了它呢，你以后就不用再用手指刷牙那么核突了，送给你的。你昨晚去了哪里啊？我还以为你又在玩什么神秘失踪游戏啊。大傻哥心情似乎不是挺好啊，来，让我送我新玩意给你，佛朗哥牙粉。你这份人有点责任心好不好啊？你如果不回来睡的，你就跟我说声，不要我为你担心啊。哎呀，你又不是方可可，一日到黑就在这里问我我在哪里睡啊，跟谁睡啊。哎，好了。喂，大傻哥几时学到跟方大小姐一样脾气这么差的？你今天的面色很奇怪，一阵黑一阵就红咁，啊！你到底搞咩啊？对唔住，我唔应该向你发脾气嘅。诶，果然俾我估中，我知道你会同我道歉噶啦。我不过系大傻哥嘅最好朋友啊。我仲知道你点解心情咁差，脾气咁大。嗯，系因为呢、這个。哇！原来唔知只手挂彩，你两只手臂都不能幸免、啊。大傻哥你真是命苦啊，伤得咁惨是在矿场整伤的。我早跟你讲过的了，女惊嫁错郎，男惊入错行，叫你转行你又不听，现在出事了。采矿有什么不好啊？采矿有什么好啊？他可以等我自己养自己安身立命。安身立命有很多种方法，不一定要采矿的。好啦，同你倾下你嘅终生幸福。大傻哥，想唔想要一个美满嘅家庭啊？我仲未有本事成家立业。唉，本事你有嘅，可惜啦，因为你唔够贪，又唔肯争，结果功劳俾人领晒，自己吃力不讨好。你知道啲咩啊？我知，应该知我都知，唔应该知嘅我都知嘅。我仲知道方家嘅矿务事业好快会玩完。喂，你听边个讲噶？朝廷好快会宣布将所有嘅金山银矿收归国有，由皇上派矿直接经营。消息系边个话你知？哼，因为皇上贪钱啊。喂，我唔系问原因啊，我系问消息嘅来源啊。可靠，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到底边个话你知嘅啫？我契爷。你契爷？我点解从来冇听你讲过嘅？你几时认咗一个达官贵人做契爷噶？你搞错啦，我契爷并唔系贵人，啊，系神仙。你唔好乱噏啦，玉皇大帝就系我契爷啦。我同你讲正经噶，我都唔系同你讲玩嘅。方家手上嘅金山银矿好快就会俾皇上手刮侵吞，方家如果唔及早筹谋嘅话，恐怕万劫不复，永不翻身嘅。我哋同大小姐商量下，嚟。诶，我唔去。你又做咩啊？因为有大傻哥你出手嘛。嗯？
如果佢中意大傻，咁就好咯。系啊。啊？我在富贵茶居识了一个在京城来的朋友，我跟他一见如故，他的女婿的表叔 的表弟是当朝司礼太监魏公公的契仔。是好心你啦，赵全，你讲嘢可不可以爽快啲噶？阿爹啊，唔好插嘴，唔好心急，慢慢讲啊。所以话咧，我的消息来源是绝对可靠的。老板，你一定要相信我。他跟我爹讲好多嘢，你去帮佢斟杯茶。我帮佢斟茶，仲快啲去。所以话咧，我哋应该要及早为戴福浩嘅将来作打算。我哋要大力发展其他嘅事业。我有一个谂法，我等一阵，等一阵啊，赵全啊。你话你嘅消息可靠，咁只不过系你嘅推断嚟嘅啫。我点可以肯定嗰个放消息出嚟嘅某某人，佢系真可靠定系假可靠啊？啊，你要知道啊，朝廷嗰度啲所谓大官啊，历来都系人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嘅，吓、啊，经常使横手、放暗箭，佢哋咧最叻造谣，令人难堪。我哋要搞清楚吓，唔好俾人哋利用我哋啊！阿爹啊，赵全的朋友说这个是最高的机密，朝廷道只有皇上身边的亲信才会知道，等你搞清楚这件事真相大白的时候可能已经太迟了。哼，可可啊，现在不是小孩玩泥沙，你凭什么要你阿爹去相信他啊？老板，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会付出代价，代价就是倾家荡产。讲到边啊？好，你讲你嘅建议，等我都听下。首先咧，我哋要将大福号嘅金山人矿尽快卖咗佢，有几块就有几块。我哋要全面退出矿业。与此同时咧，我哋要将生意嘅重点放到呢样嘢上面。呢只系用猪毛做嘅牙刷，呢啲系用海边嘅白沙研碎后加香料制成嘅牙粉。在红毛国，每一个老百姓都会用它们来保护牙齿的清洁和光泽的。赵大傻啊，我还以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主意给我们老板看、啊、喂，我们是黑毛的，不是红毛啊，我们一向都用毛巾包着手指染些盐来抹牙的，谁浪费这些钱买些玩意啫？你叫我们老板改行卖些什么东西、啊、清洁牙齿牙刷，不如叫我们老板去大杯子的门口摆摊卖梳啊。嘿